开饭了，茄子，大鱼，农家饭菜啊，没有什么大鱼大肉的，大鱼大肉的也不真实啊。因为昨天有人说我这个饭菜不吸引人啊，但是我这个确实是农家饭菜啊。喜欢的可以看看啊，不喜欢的刷过去就行了。
吃饭了，爆辣椒。每天都少不了这个。